下面了，是不是？没有问题吧？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就让它裁嘛。 这个刀片是钨钢的，很脆，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知道吗？我们反正你这个给它配的时候，搞点备件，这个很容易碎掉。 这样不就切开了吗？对不对？ 这什么材料？这个搞到上面来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这里头上来，它本来是在后面的，我头上来，它前面没有，你就放在这里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按照正常的上面的穿法去穿就行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这个手一定要把磨拉住的。 好吧。嗯。干嘛？这样子吗？这个太慢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上面。可以这样子，可以那样子的。如果我是放在上面来，我的位置不够嘛。不够，我要你这个一上来也是这个位置就反了，这个就跑了，这个好吧。嗯。
匹配好了之后，这个速度匹配好了之后，你点三 D 搜索，它是自动的，根据这里的。一开始就是人工要匹配一下，让它收紧，收紧了之后，